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踏进了大学生涯。第一位，搞笑的滋味。第二位，帅气的 Kevin。第三位，很酷的 Elvin。 第四位，人称神人的 Patrick。就在这里，大家认识了彼此。这里也能遇到美女哦。一群骑着脚车的小屁孩看到美女，结果是上课啦，这就是上课的情景。有专心读书的，玩电脑的，玩电话的，发白日梦的，无话不谈的，忙着拍照的，人就是不一样，睡觉的，忙着看 iPad 的，当然 Dash 是跑不了的啦。这时候团结就是力量， Batman 也出来了。一，看电话。二，传纸张。三，当然是要问人啦。当然，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因意见不合而闹翻。不过，朋友之间哪会有隔夜仇呢？运动可是这里的一大乐趣啊，打羽球，玩 frisbee， 踢足球，打篮球，gym up， 赛跑。到了 Sam 尾，每个人都在忙 project 了。忙完 project， 痛苦的 study week 又到了。大家都为了考试而努力学习。
无不善之宴席，转眼间大家都要各奔东西，往自己的梦想前进了。 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, 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e've come on.哎，古无名啊，来考一龙仔者。是。咱顶古有一双 cosmic 呐。哦。有啊，可以啊。啊，我们传，我们传。OK，OK，OK。Hello。Hello， 不是啊。没呐。哎，方便点个号码。啊，这个现在有号码。有啊。哎，要不要我们一双 cosmic 可以吗？可以，把那这个出来拼啊。可以，有双吗？哦，讲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， 咱们找几个节点 ，OK。有啊。笑顔でいられるように暇
kalah.